今天是马哈嘎拉法会的第五天，那么以金刚舞来说，顺序来到了马哈嘎拉本身的金刚舞。若以坛城的摆设以及隆重度来说，僧众们在今天也会开始穿着颜色鲜艳、质量较为良好的衣服，来表示自己对于法会的尊重，以及对于坛城诸尊的供养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法会的流程也好，所摆设的供品也好，都会显得更加的隆重跟丰盛。那么以金刚舞来说的话，今天的金刚舞是马哈嘎拉舞，马哈嘎拉亲自现身在舞蹈当中，带领着天龙八部的眷属来自坛城进行诛杀以及现实，而后消融于法界。对于这样的流程，我们可以如此的来理解。首先我们明白了，由自己的名觉展现出了采沙坛城，然后借着采沙坛城，我们构筑出了布满着多罗曼以及贡品的立体坛城。立体坛城经过了几天的修持之后，为了要能够更加积极的去诛杀我执怨敌，因此在借着上一次由贝哈尔王的圣子布扎献出的人皮作为地基，而建造出了事业坛城。在事业坛城上，我们有了极为威猛的马哈嘎拉像以及天龙八部的多罗玛围绕着，为的就是在24号当天的晚上，将这几天所累积的咒术以及观诵的力量抛向敌方。而这个敌方不是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内心的我执，将我执看为怨敌而来加以诛杀。那么在拥有了采沙坛城、立体坛城跟构筑出了事业坛城之后，马哈嘎拉亲自现身，表征着以极大的悲心跟威猛的力量再次现身来救度众生。那么经过了一连串的舞蹈以及诛杀跟度化的仪式之后，马哈嘎拉就会再次的率领眷属消融于法界。而这就是在今天马哈嘎拉舞蹈的认知。那么在这个舞蹈之前，主法者金刚阿舍离会从之前的静态观修诛杀变成动态舞蹈的诛杀。那么包含马哈嘎拉为主的所有天龙八部都各有其舞蹈，各有其兵器，那么可以说较于之前来得更加隆重的对待这个我执怨敌加以诛杀，而让我们能够彻见自心原本的明觉。这就是今天法会以及舞蹈的重点。谢谢。金刚阿舍离在本次护主的事业坛城进行诛杀。
更多邀请放入黑色的三角形的盒子，所带来的是空气。意思就是将所要朱砂的我执愿力安静空气当中，在朱砂入化于法界，让令其能够成佛，或者就是往生净土。愿有修慧，有莫